啊，你好，三幺，欢迎收看今天的八八六十四哦。你好，我是 Rickman 谢成伟，今天有很多很多新闻跟大家分享哦。首先要说的就是关于这个西鲁航杰三的这个消息了。那因为呢，近年来这个林峰呢都是比较多在这个电影上有多的作品嘛。那当然呢，这一次因为现在已经踏入八月份了，那八月份呢他就会回归无限哦，就是拍这个西鲁航杰三了。OK， 那这个不少这个林峰啊，或者是佘诗曼的粉丝呢都非常期待，就是说哇那个丹。可不可以就是跟这个林峰再次的就是续他们的情缘呢、啊、然后呢可是因为拍了这一个延禧攻略之后呢，这个佘诗曼不是爆红了吗？那这一次呢他的这个行程啊，他的这个工作太多了，就无法就是接拍这个西鲁航杰三，所以呢外面就一直有传，就是说到底这个女主角是谁啦，丹姐谁来担纲呢？就之前有传的就是这个女演员啊蔡思贝嘛， OK， 然后呢谁知这蔡思贝之后原来哦他最后呢只是演这个女三而已，没有当到这个女一，然后就被传这个女一到底是谁呢？然后就说啊，女一呢是被无限誉为今年最强的新人，那个外形呢纯过蒸馏水，那有这个当年钟嘉欣的气质女神啊，你看她也是2017年国际中华小姐的亚军，也是马来西亚人吧，林轩瑜。 OK， 那这个林轩瑜谁去定她是女一呢？其实这个只是这个林峰钦点而已啊，还没有真的是真正的落实。但是呢，也非常的觉得说开始觉得替他开心嘛，因为呢，如果这一次他真的是接到这个女一的话呢，就希望他真的可以上位啦。然后呢，成功拍了这个重头剧来说的话呢，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开始啦。刚刚所说的只是林峰钦点吧啊，我就希望他能够真正的当上女一啦。OK， 好的，这时候呢，给你看一下这个电影。西鲁航杰乙的宣传活动，系人命嚟噶？你知系人命嚟嘅咩？昨天《使徒行者二之谍影行动》的演员张家辉与马德钟，导演文伟宏以及监制乐意林到吉隆坡为电影进行宣传。在发布会上，幽默的张家辉不断大抛笑弹，身旁的导演以及原定随团来马但因病缺席的古天乐却也成了他调侃的对象。古天乐先生就即有时就嚟唔到返乡下，系啦，佢啲乡下嚟嘅呢度，其实佢啲肤色咁啊。在一個很短促的時間，他已經由 PA 做了導演，跟住去了監製，製作了這麼多成功的劇，那都未叫是天才是吧？很有才華啊，文導演。即係我諗近代史係得你可以同阿愛因斯坦可以列入呢個歷史人物裏邊。演員、導演與監製都表示對製作有信心，並呼籲觀眾在電影上映後到戲院支持這一部作品。劇本啊，無論是製作啊。都要比上一次好，要對得住觀眾，一定要比最真實嘅嘢俾佢睇。完曬個戲，一路啲歌又出，一路啲歌又出，出到出完咗啲歌啦，我都仲係呆住喺度，都仲未起到身，喺度平平復到個心情。当晚他们也一同出席了电影首映礼以及唯一一场的户外影迷见面会。由于活动现场挤满人潮，大会也因此出动了多名保安人员在现场维持秩序。由此可见，演员们的魅力可真不小呀。 Are you ready? Yeah! Good. 如果你要说华语，我们也非常的高兴。没事，可以讲到我们来一点点东北腔的，不是看一次，看三次能谈得过瘾了哈。哎呀，虽然这一次古天乐未能一同前来有点小遗憾，但大会也表示若电影票房不错，不排除男神会再来马举办庆功宴哦，我们就先好好的期待吧。我跟你讲了，我拣了钱了。I'm so surprised about， 没有想到马德钟讲华语讲得这么好呀。OK， 方哥教你要说一下，那大家其实就在网上很喜欢就是 copy 人家的照片来用啊，喜欢拿人家的照片来干什么干什么，有没有这样子呢？有的话，其实呢一定要停止这个动作了，因为呢对于邓紫棋来说，她的工作室呢已经开始做东西了哈。OK， 她对于这个侵犯邓紫棋名誉权一事呢已经发表声明了。OK， 那她就说有多家的演出单位或者是个人为
经授权或许可使用邓紫棋的姓名啊、肖像、照片、影像、声音等等的素材呢，就以失实以及误导性的言论、文章还有图片进行宣传推广，使得邓紫棋的声誉遭受重大损失以及带来不良的影响。那公司呢也严重的声明也强调说，从未就是授权其他或者是单位或者个人以小邓紫棋名义举行或者是参与活动以及就传播的推广哦。那其实我讲真的啦，也不要乱用人家的东西来就是做自己要赚钱的东西，因为如果这样子的话，其实人家的名誉会受损嘛。OK， 所以呢，他已经说已经找了律师呢，就是搜索相关的证据，所以呢，希望大家认清事实，就是免受失实内容的误导啊。所以。做一个好的市民 ，OK。好，这个时候呢，给你来看一下第358期三 K-pop 排行榜排名第十到第七名有什么歌曲呢？第358期三 K-pop 排行榜成绩揭晓，第十名 Idol， 哦哦。名 The Velvet Zimzalab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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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mzalabim是的呀，投票如何投票呢？投选你喜欢的歌曲呢，就让它成为冠军吧。记得去到我们的这个 www.htv.com.my/sarangkpop， 你就可以进到去里面的投选你喜欢的歌曲啦。那刚刚呢，旁边第十的就有这个 All 的这个 Idol， 以及这个 Zimzalabim 的 Red Velvet， Heart Sign by 这个Ong Siu Woo， 以及这个 Feedback 是这个 BoA 的歌曲啦。OK， 那我说一下呢，这个韩国经纪公司 SM 娱乐呢将会推出超级男团 Super M， 也在这个美国呢会举办的这个发布会。OK， 那他在之前的八号的时候呢，这个美国的这个媒体人 Jeff Benjamin 呢也透过这个社交媒体呢，就是说这个新男团的相关的信息，就是说这个 Super M 呢就是为 K-pop 复仇者联盟。什么是复仇者联盟呢？非常神秘嘛。那也公开了一张 Super M 成员的照片呢。此外呢，这个 Jeff Benjamin 呢还透露这个该组合呢将会在十月会在美国开始出道的。 OK， 那这个所谓的 Super M 的成员呢就包括了有 SHINee 啦，然后有这个 EXO 的金钟仁啦，有博贤啦，有 NCT 泰容啦，李马克、威神 V 以及黄旭熙，以及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永清的组成的。 OK， 那当然这个组合呢也不是说一次性而已哦，那之后呢可能也会陆陆续续有更多的一些活动，或者是有可能就是回归的可能性。 OK， 好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进一进广告了。广告之前呢也会给你看一下有这个妈妈木的这个歌曲啦，有 Glam 358期 Sarang K-POP 新歌推荐，妈妈木 Glam 实力派女团妈妈木惊喜推出新单曲 Glam。 这是一首合成器流行乐 Synthpop 曲风的歌曲， MV 中可以看到成员们在夜店中跳舞，歌词则描述了坠入爱河的瞬间，那种充满光芒的心动时刻。
欢迎回到来八八六十四的节目现场呀。那继续说一下这个关于这个日韩的新闻呐、啊。要说这个大陆男团 TFBOYS 呢，将会在10号的时候呢，在这个深圳举办他6周年的演唱会哦。那在之前7号的凌晨的时候呢，这个王俊凯呀、王源呐、以及这个易烊千玺呢，陆续抵达这个机场了吧。然后呢，没有想到除了3个大男孩之外呢，机场还引来一位哇大明星啊，他就是 Super Junior 的银河。要说一下，就是因为他一出场的时候啊，可能就很多这种工作人员啊，包括一些 security 等等的，就陪同之下呢，他们就拉着行李走出来，很帅气。但是这个银赫呢，就戴着口罩比较低调嘛 ，OK， 仍然呢就是盖不住他的星光哎，还是被一些粉丝发现了。然后呢，粉丝马上就尖叫一声，欧巴这样子。然后呢，他就很客气的转过身，轻轻的点一下头，那表示就是跟他回应了。那粉丝也激动不已了 ，OK。那虽然没有公开此行，就是这个银赫此行啊、为什么会来这个深圳呢？但是呢，有人就是说，因为之前有传这个 TFBOYS 的经纪公司将会和这个 SM 娱乐合作嘛。不过消息传出之后呢，就没有任何的后续，所以呢，外界就可能有很多谣言，可能说，哈，这一次来是不是因为要来指导这个TFBOYS 呢？仍然是一个谜啊。所以呢，双方的这个关系呢，都是令人觉得很好奇的，所以一定要多多期待他们之后的合作啦。OK， 这时候给你看一下，有的就是一起办的。One OK Rock。说现今日本有名气的乐团 One OK Rock 绝对是其中之一，他们的曲风具有爆发力且煽动性。虽然 One OK Rock 是日本摇滚乐团，但他们的摇滚归类在美日摇滚，主唱 Taka 喜欢把日文和英文写在一起，让整首歌除了有满满的日本特色，更有着美国流行摇滚的影子。独特的演唱风格丝毫不逊于各个西洋乐团。One O'clock 来自以前，他们总选择在周末凌晨1点练团，因为在下班时间后的场地费比较便宜。由于日本人发音 R 与 L 相似，他们直接将 O'clock 改成 OK， 续而 One OK Rock 就诞生了。现成员包括主唱 Taka、吉他手 Toru、贝斯手 Ryota 和鼓手 Tomoya。One OK Rock 为《神剑闯江湖》三部真人版电影演唱主题曲后，让乐团的知名度大幅提升。随着他们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也开始和西方多位著名的音乐人合作，包括了加拿大创作歌手 Avril Lavigne、Five Seconds of Summer 和 Tyler Carter。近期，他们也为《Kingdom》这部电影演唱了主题曲《Wasted Nights》。是的呀，这个呢就是我们全新的单元呢、啊，叫做一季半呢，就是在每个星期四呢，就会有一小段的，就是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日本最新的一些娱乐的消息还有动态了。刚刚我们看到这个One OK Rock 呢，我真的觉得很有趣，他们的名字原来是来自 O Clock 啊，叫 OK One OK Rock One OK Rock。哦、原来是这样子的。那无论如何呢，他们最近的这个应该是说最 latest 的一张 album 呢，就是发了这个 Eye of the Storm。所以呢，也希望大家之后呢，能够多多的，就是跟随这一个日本相当有名气的这个乐团呢。OK， 那紧接下来呢，给你看到的也就是这个第358期三的 K-pop 排行榜，排名在第6到第2名，到底有哪些歌曲呢？358期三的 K-pop 排行榜第6名 ，Somi Birthday。
Fever。四名 Vicky Nicky Picky Picky， 第三名 Chongha Snapping。Featuring Juno Flow, Hold On Me。 是的呀，真的是非常非常刺激的这个时间要到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呢即将呢将送出的就是这一个韩国非常火红的组合的这个演唱会入场券呢。到底是谁呢？我们要说的就是这个 TWICE 的演唱会啦。因为呢他即将就来到马来西亚举办他的演唱会啊，就是这个 TWICE World Tour 2019 TWICE Lights in Kuala Lumpur， 将会在8月17号下午的4:30啊，地点呢就是在这个 ASEAN Arena 举行的。OK， 那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哇，很难得他们又来，就是啊来到马来西亚这边举办演唱会，所以呢一票难求，有没有？所以呢，我觉得你们非常的幸福了，因为你们收看我们的八度空间的这个8864，我们就会送票给你。听好我的问题哦，问题非常的简单，只要你告诉我 TWICE 团员们的名字就可以了，这么简单就可以获取演唱会入场券。OK， 把你的这个答案连同个人资料呢 ，email 到 ae_news@atv.com.my 就可以了。OK 啦，好的，这个时候呢，我们要进一进这个广告，因为广告之前也会给你看一下另外一首这个新歌的推荐，到底是什么歌呢？58.7 Star K-pop 新歌推荐 ，BY Gadasade， 饶舌歌手 BY 发表风格强烈的新歌 Gadasade， 旋律特别洗脑，有种德国战歌的感觉。除了 MV 宛如电影场面般的视觉感令人惊叹之外，中间部分不间断的说唱也展现了他那超强的实力。第358期 Sound K-pop 排行榜冠军歌曲 Purelin You Know Better。
哇，很有趣耶！我看到这个新闻，我觉得可能很多人都很喜欢煮东西，男生啦，很多男生都可能说啊，我平时都在家自己下厨啊，我很爱厨啊，就是自己煮晚餐等等，有没有？其实呢，这样子不是不好，可是呢，如果真的是好像这一个EXO 成员 D.O 这个都敬修来说呢，就是非常非常，我觉得很可怜的，因为呢，他之前就参加了这个新兵教育节夜市，然后就有消息指出呢，完成了4个星期基础军事训练。之后呢，这个 D.O 呢，接下来呢将以料理兵身份服役。料理兵这个责任很大啊，我觉得，因为呢就是要负责所有军营人这军营所有的这个军人们的一日三餐，然后呢每天呢清晨的这个4点钟呢就要起床准备，然后呢也要准备完之后呢又要分发食物给所有的军士们啊，然后包括吃完之后又要帮他们洗碗啊，又要清洁这个厨房，以及要清洁打理他们的这个休息室等等的，所以呢是被视为军营里面最辛苦的兵种。所以呢不少当过兵的男士呢也看到这个消息，就是说哈，艺人竟然当了这个料理兵哦，料理兵真的是很累的，你试一下哦，要煎1000个鸡蛋。我心想哦，真的是很夸张一下嘞，如果你喜欢煎蛋，对啊，我平常有下厨煎蛋了，可是你现在要煎1000个蛋哦，煎到你手软啊，对不对？煎得过又要帮我们洗等等的。不过呢对于这个 D.O 来说呢，他以前呢都一路以来都是非常喜欢就是唱歌啊演戏之外呢，对料理有这个非常浓厚的兴趣的。 OK， 他也曾经呢上一些节目啊直播的时候呢就有准备一些晚餐给他的成员们吃的，所以呢看起来是非常非常的专业的。 OK， 那另外要说的就是这个 D.O 呢将在8号，就是今天呢，就会分配到这一个部队里面开始工作啦，就是做他的这个料理兵啦。然后预计呢将会在2021年1月25号呢才会退伍的。所以我在这里呢真的要祝福他咯，不要因为你常常煮鸡蛋，然后煮到你自己也很厌倦煮鸡蛋，然后就抹杀了你对这个煮的这个兴趣。 OK， 祝福你要真的是健健康康。 OK， 好的，节目的尾声呢要送你这一支 MV 啦，有的就是这个 Very Very 的 Tag Tag Tag， 拜拜。